交代妻子。嘿，奶奶，奶奶，哎呀，怎么又睡着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哎呦，飞到哪儿了？真是的，要是小明阿姨和爸爸在家的话，我就不用找你对了。这个话剧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必须得演好。哎呀，真没办法，奶奶太困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真的不能老上那个卫平老头家去，这老胳膊老腿的都不利索。奶奶，有激动什么呢？赶紧看你的戏呀、啊！你是蓝胡子。现在说到那个那些房间，你可以开门进去，不过靠边的那个房间你不许进去。要是进去了，可别莫怪我生气。我使你受不了。啊！你怎么又不吱声了？妹妹。嗯。那个蓝胡子的妻子，蓝胡子为什么不让他进那小房间呢？哎呦，奶奶，你看了那么半天，我以为能看懂了呢。那是因为啊。那个房间里装着的都是蓝胡子以前娶过女人的尸体。真的呀？哟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进这屋子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？什么怎么办？继续念词儿呗。奶奶。我去喝口水，你可别害怕啊。看来每个不能打开的房间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必要的时候我得把它绳之于法。这虾子质量不好，不脆。是吗？你呀、啊，没买对，应该买那个基围虾。你买的肯定是养殖的。这个便宜。它不补钙吗？不是，缺钙。哦，哦，那行，我下次买好的。哎，我这单子呢？我洗了。洗了？啊。那我靠什么呀？您到卧室去呀、啊，那儿有床。哎呀，我在这儿不习惯，我在这儿舒服。哎、你看你。今天凑合凑合吧。啊，行吧，凑合凑合。哎，那我就睡会儿。哎，您多睡会儿，啊。行了，你忙活着吧。多睡会儿，怪累的啊。如果你绳之以法，你就不吆三喝四了。你这个懒胡子。我为了家和万事兴，为了国泰民安。今天我必须要打开这道门，对不起了。
为平不。瓦罗波古斯，这奖杯漂亮吧？吓死我了，漂亮！哎呀，漂亮！哎，这全都是你的。哎呦，你真行哎，你深藏不露啊！你看这不卫平啊，我天内有国内的，有国外的，你瞧瞧，太漂亮了！我告诉你，保罗·普古斯，是世界级的奖项。你让我刮目相看呐！哎呦，有一句老话说啊，说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我真没想到。您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啊！哎呦，真的，我是您的粉丝啊！你这太厉害了，你不行，我还是高手。对，你得教教我啊！我拜你为师，好吧？我拜你为师。哎，怪不得你说你啊，我做什么菜你都说不好吃。你这么高的手，你也顶级大厨。我晚进了一会儿，我们家就被盗了吧？不会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能吃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这应该放到展示柜里，你为什么放到这儿？你背信弃义！我跟你说什么了啊？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出去，走！哎呀，真的，你真让我刮目相看！我跟你说呀，你这应该放到展示柜里。不要说你这让别人不要说了。我原以为你是个非常诚实可信啊。你看，根本没想到你能这么对待我，我对不起你吗？没有，我对不住你吗？没有，我工资少给你了吗？没少，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出去，走人，好吧，请放好了。我走了，你别后悔，你再找我，我还不来了呢。请，永别了。我后悔，我巴不得再辈不想见到你，我这辈子都不见你，滚！爸，我回来了。哦，裴先生，啊，来，过来，到我这儿来。来，爸，坐下。今天爸爸想跟你说件事儿，爸。啊，我最近公司呢已经开始筹备了，手头上的事儿比较多。你要没什么重要事儿，我就好啊。有自己公司了啊，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，好事儿。只是公司啊，有些技术上的事情呢，我不懂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别太累了。你怎么帮不上忙？你可是我背后大股东哎。我怎么是你大股东呢？你怎么就不是我大股东呢？啊，哎爸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在我成立公司的时候。你要用资金大力支持我，对不对？您可是我背后大老板。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。这个，我想告诉你的呢，是我决定娶梁小溪。您都决定了，您是在通知我吗？我是告诉你我下一步的计划和安排。下一步的计划和安排，好啊，我认定，so nice， 你不愧是我爸。大音乐家，将来孩子出生了，说不定还能遗传一点音乐细胞呢。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孩跟你，你还成天到晚推三阻四的。爸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你这一下子计划好的，给我找一个小妈呗。爸爸是想找一个终身伴侣。爸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你们年龄不适合。那你的意思，我找个年龄大的就适合？本来就应该这样。小野，现在不是什么年龄大小的问题，现在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爸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
一个岁数大的男人和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在一起，是不可能有好结果。小姐，你也是80后了，你怎么比我还保守啊？啊，什么这么老夫少妻在一起，这可不可能啊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少夫是奔着我老夫的钱而来的？聪明，爸，你这句话道出你的智慧，一语道破天机。行，别忽悠我啊！咱俩从来都是实话实说，你有什么话放在桌面上说。那好，那我说了啊。爸，我觉得脑子有问题。怎么跟爸爸说话的？爸，我也是个男人，我知道，从小到大20几年来，你一直没有再婚，都是为了我。但是你没有想过，这么多年来你缺过女人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我有没有反对过你？没有吧？你看咱们现在生活多好，多美满，多和谐呀！你不是一直想过一个自由浪漫的生活吗？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找一个枷锁把自己锁死？为什么要吊在一棵树上？你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？儿子，爸爸呢并不想打破我们父子之间的生活规律啊，只是遇到梁小溪之后呢，爸爸发现啊，她是我的爱情归宿，而这种爱情归宿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什么叫可遇不可求的？爸，您是个老艺术家，这谈情说爱对你来说这家常便饭呀。你看看现在生活有多么残酷，你天天在家搞艺术创作，外面的世界你了解多少？你了解一个比你小的女人她天天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吗？不在乎于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些什么都没有，她凭什么爱你呢？你不要这么去说梁小溪，我比你更清楚他的人品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世俗的拜金主义者。哈，我是不了解，但您敢保证您就100%了解他吗？我看他跟你在一起，不光想成为你终身伴侣，我看他也想成为咱们家财产的终身伴侣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你不要这么去想他。我知道，你不傻。你是完全为了你自己，你有想过我吗？这个突如其来的女人把你现在弄得五迷三道的，你为了她，你完全就不听我的意见。你要这样一意孤行的话，到最后你把整个家都毁掉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妈在泉下，你觉得她得有多伤心啊？您知道吗？爸，我知道这个电话是梁小溪打过来的，咱们现在谈的这些重要的事儿，咱们能谈完以后你再给他回过去，行吗？行，阳光下谈。小野啊，我突然向你提出要和梁小溪结婚的事情，你可能情感上有些接受不了，这个我能理解。理解？怎么理解？我不想去理解。从小到大，你都让我在理解你，可是你作为我父亲，你有没有理解过我，关心过我？在我和我妈两个人的时候，天天在等你回家，你理解吗？后来到我一个人，你理解吗？再到后来，我就不等了，因为我知道没法等下去。你知道别人都怎么说吗？别人说，啊。我爸是萧野，他们就觉得很羡慕，他们都会认为我跟你一样是成为一个艺术家。可到最后呢，我发现我对艺术完全一窍不通，到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傻子。后来人家都会称之为我是个大傻子。是是是，萧野，在这方面我对你是有所亏欠。不，你亏欠的是我妈，是你的妻子。你说我妈在世的时候，你跟她有几天在一起？然后就是我。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我需要你给我时间关注、关心我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等到的是什么？结果我现在等到的是一个小妈。小野啊，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人生伴侣，我没有错。你没有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你无法理解，你懂吗？需要，你的需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。可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在我妈临终的时候，你给我妈许过承诺。在我没有成家立业之前，你不会考虑你个人问题，对吧？小野，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你在事业上我该帮的我一定会帮你，
但是你现在暂时不成家立业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我也帮过你啊，你不能拿这个逼我吧。你妈妈是最理解我的女人，如果她在天之灵，她会理解我现在的决定。我妈会吗？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我妈。我妈如果知道你现在违背你所施下的誓言，你想想她心有多寒，多寒心啊。爸，你今天有这样的成就，是谁当初在你背后一直支持着你的事业？是我妈，也是你的妻子。你现在出尔反尔，你就不怕我妈三更半夜来找你吗？行，小野，今天你太不冷静了啊！等以后你冷静了以后，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像不冷静样子吗？我现在没有比以前更冷静过。我现在就要为和我妈争取本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如果你娶梁小溪，可以把所有的家产分到我名下。所有家产分到你名下？对啊。萧小野，萧小野，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世俗，这么贪财呀？我世俗？爸，没人买你的门票，你拿什么给乐队？你有什么钱来请乐队为你演出？我世俗，他们不世俗。现在的社会就是以物质为基础的。我不是贪财，我是在维权，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一切。行了，不要那么冠冕堂皇啊！我现在告诉你，除了法律上应该给那部分以外，其他一切都是你的，包括我的都是你的。但是你一定要听清楚，除了法律上应该给的那份以外啊。爸，那你以前说的话都算数？我说的话句句算数。那我先问你，如果你把梁小溪娶进家门，他要找我分财产怎么办？什么财产？您这么快就忘了？就是法律上分配给配偶的那部分财产。只要是你的，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。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你。这世界上哪有哪个女的不贪财啊？尤其像梁小溪这样的。我现在觉得梁小溪现在正一步在吞噬着我的所有东西。别忘了，爸，所有的财产你这是都是在为我的公司，为我的事业发展而做基础。你也别忘了，我会把我妈的那一份一起要过来，我不会给梁希这个女人一点偏一站。她进了我们的家门，都是一个享受她应该得到的那份权益。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啊？爸，咱们家的事关她什么事儿啊？好，你要这么说，是吧？我的公司明天就要注册资金800万。800万，一分钱不能少。明天就把钱打到我账户里面。还有，你说过，如果我要钱，你会倾其所有把所有的钱都给我。萧小野啊，萧小野，你是逼着我净身出户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绝对办不到。我是看出来了，我是早看出来了，咱们俩父子之情，血肉之情，还不及一个女的裤腰带。我真为你这句话感到害臊。我接了。喂。你为什么挂我电话啊？我正忙着呢。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，改天再说啊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昨天一天都没跟我打电话了，你说我万一要真出点什么事儿的话怎么办？你就不能主动给我打个电话吗？小雪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吵架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挂了啊。你敢挂我电话？你今天要是敢挂我电话的话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。干嘛呀你这是？你知道我一个人承受多少压力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要跟你结婚，所有人都不同意，都不看好我们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。可是你看看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听我说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现在非常累，
我们没有精力再去考虑任何别的问题了啊！你好好休息一下，啊，我挂了。我。小野啊，刚才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我不说了，我刚说完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再说呢？刚才声音那么大，是不是梁晓曦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们是不是又吵架？吵不吵架是我们的事，不用你操心。爸，是不是我又戳到你痛处了？哎，你说这梁晓曦这人为什么死乞白咧的非得跟你结婚呢？他图什么呀？啊啊，他说。他喜欢你这个人，可以，我就暂且知道他喜欢你这个人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再说了，你像梁晓曦这种30多岁女人，她成事不足，我看她败家有余。你说她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钱，男人，更缺的是有钱的男人。爸，您刚好，这就是她要嫁给你的前提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就是一个爱财，一个爱色，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。大刀，爸，这20年来，不管犯多大的错，你没有对我动过手。今天为一个女人，你打我，我告诉你。这一巴掌打掉了你对我妈的誓言，你这一巴掌打掉了咱们父子之间的情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一巴掌打掉不了在法律上我实实在在的父子关系，你这一巴掌更打掉不了我合法的继承权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都打我一巴掌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？爸。明天咱们就去公证处公证，把所有的财产公证到我的名下。然后，你和梁晓曦，你们爱干嘛干嘛去。而且，您还是我的父亲，我亲生的父亲。家里人，上上下下，我妈，我姐，我哥，我侄子，我侄女，没有一看上你，真的，就他们知道我要跟你结婚都疯了。你还跟我在这儿装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梁晓曦差哪儿啊？我。Yeah.
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还跟我在这推三阻四。行，没关系，我。只是说曹操李白的，你想找我来晚了，挂了。就像你那天挂我电话，我也要把你挂了。我白天也是这么给你打电话的，你不是也这样不接电话吗？你现在想要来找我了是吗？啊，想要找我了？我让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啊？现在想要找我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找我啊！你，我，拜拜。去找那个姓孟的女人吧。我这么好的人，自然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来爱我的，一定会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小心，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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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小心，你怎么了？小心，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啊！
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已经到你院了。家属雷梦，酒精含量十分高，幸好啊没有造成酒精中毒，不然啊你麻烦大了。酒精中毒？你是家属啊？我是她丈夫。你怎么搞的？把一个女人灌酒灌成这样，而且还造成煤气泄漏，你这个男人怎么当的呀？有什么事想不开啊？是我不对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开始24小时监护，你们家属啊要好好照顾，及时观察，有什么情况啊及时联系我们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呀、啊？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你们家人交代呀、啊？出什么事儿？你不会以为我要自杀吧？我梁小溪最讨厌、最敏感的就是为情自杀的女人，我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我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。煤气是开着的。我昨天晚上喝多酒了，我忘了那灶台上面还坐着水呢。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医生说你再多喝一点啊，就要酒精中毒，知道吧？再说了，你把手机关了干什么呀？你一关手机，我就知道要出事儿，我必须赶到你这儿来，看到你我才能放心。你别再说这种话了。我现在已经都不相信你说这种话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两个在一块儿，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两个的年龄差距太大了，所有人都在反对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这份感情。如果你要是不爱我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没事儿，我大不了就成为别人的笑话。我梁小溪真的最怕的就是自己最爱的人欺骗我。小溪啊，你可能有些误解了，在我们俩事的问题上，不光是你们家有阻力，我也有阻力啊。是姓孟的那个女人吗？跟她没关系，我从来不欠女人的情。那还有什么阻力啊？没关系，反正我正在努力，我相信任何人也阻拦不了我们。小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说你正在努力？小雨，真的，你如果要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或者你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，你跟我梁小溪说，我不会勉强你，我一个人我都能扛下来。行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在我们俩的问题上，我儿子肖小野是反对意见。可是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对他没什么威胁呀，是不是因为他妈妈的事儿？这只是一方面，关键是这么些年来我有一些财产答应给他呢，作为创业用，他太自私也太狭隘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太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跟你结婚了的话，我就会侵占了属于他的权益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他。当初我是答应给他把资产呢给他创业用，可是当时我没有想到能遇上你呀、啊。
我一直以为我一定会孤身到老。人算不如天算。是。小野小时候呢，我就和他很陌生，我呢，全身心的都投在音乐上，对他关心的很不够。可是现在倒好，儿子的婚姻还没有着落，老子却没开耳朵，还给他找了一个小妈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对小野的关心确实是挺不够的。确实对他关心的很不够，但是他母亲去世以后，我们父子的关系处得挺好。他虽然呢独立性很强，但是脾气一直挺温顺。可是就在我们俩的问题上，他怎么脾气这么大，甚至说了一些伤害我们父子感情的事情。我是答应给他把财产给他创业用，但是那是父亲对儿子一片心意啊。现在父亲有了真爱，难道作为儿子的不能也对父亲的有一片心意吗？哦，难道除了金钱，什么骨肉亲情、爱情都不可靠？小野，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说法有点太偏激了。小野可能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而且我觉得这男人，金钱对于他真的挺重要的，尤其是一个像小野这样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男人。小希，你并不知道，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这个问题上跟我僵持。他说只要我跟你结婚，就把我的资产全部转到他的名下，否则他不同意我和你结婚。说完话拿了东西摔了门就走。小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我是那种特别爱财的女人吗？你觉得我跟你在一块结婚是冲着你的地位和你的名誉去的吗？小希啊，昨天我就跟小野说，遇上你是上帝给我的恩赐，你是有品德有品位，是我真爱的女人。小野，你知道吗？人这一生啊，有三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：爱情、亲情，还有就是金钱。如果一定要让我在爱情和金钱上做出一个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爱情。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一番话，我觉得我是幸福的。小希啊，你为了我受到了你们家的很多委屈，我不能因为你再嫁给我享受不到了权利，不行。小野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想问题？这种事情必须得由我们两个一块儿来扛啊！你这样，明天我们两个就去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部都转移到小野的名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。小希啊，谢谢你，你把我和我儿子之间的障碍给解除了。但是你放心，嫁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受一点苦。我信。起来了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，爸？我现在家连睡觉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什么时间了，还睡觉的权利？快起来！爸爸有话跟你说。你能跟我说啥呀？还不都那女人的事儿吗？什么女人？爸啊，我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啊。他要是进门，那我就出门。你出什么门呢？梁小七今天跟我说了，他爱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身边的钱财。他还说我们家的钱
他一分钱都不要，全是你的。真的？那还能假吗？哼，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我告诉你爸，等你把他娶进门以后啊，他不把咱们家弄得天翻地覆才算怪。行了，不要把人都看扁了。他还说啊，明天呢就和我也包括你一起到公证处，把我们家的财产呢全部公证到你的名下，他还要亲自签字画押。这真是他说的？这能有假吗？哼，我看他是疯了吧。小野啊，这才是爸爸要找的女人。那他明天真的要跟你去公证处？说好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他在公证处门口等着你我。这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难道我错了？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？这个女人，肖小野，肖小野啊！不要怪爸说一句粗话。你这个兔崽子，你哪点像我肖野的这个种啊？啊，至于为了钱给爸爸这个翻脸吗？爸，你看你说的，你这，哎呀，说实在的啊，我这回我真是错了，爸，我真是错了。你看啊，你和梁小希你们之间的，这个结合呢，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敌意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什么？说，哎，爸。你知道呢，在我的个人婚姻问题上我一直都不顺啊，那你在我妈那块你也承诺过，你也保证过啊，你说在我没有成家立业之前呢，你是不可能再婚的。你看你现在出尔反尔，你现在还结到我前头来了，你想想我怎么去想，我心里能平衡吗？哎，爸，反过来再说，你说我这也不是总找茬反对你吗？想办的钱